来跑一下 CP 哈，我现在实战超烂的，我昨天有稍微跑一下，我现在反应超级慢，用摩托车跑一下。嘎啦嘎啦，嘎啦嘎啦。哦呦，黄山欸。哎呦，起跑。五颗摩托车，没有二段了，只要小心它小喷就好了。但其他的它是没有办法追上来的。所以我觉得摩托车偶尔开也蛮爽的，自驾真的很难控，要很专心去控车。音枪，进入冷笑话环节吗？我想想啊，雪莉，哇，这里风飞丝。我昨天洗头发的时候，头发直接把我的皮肤划一横，然后这一横超长的，我觉得超夸张。完全白，完全看不出来的，然后突然就脱皮了。哇，这个图长直线可以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进错了。有点小意外。记错啦，这个图太久没跑啦，记错那个点啦。那找到捷径应该是那里吧，就不是啊。摩托车也很适合跑这个图，感觉啊，地形。吸一口，让我吸一口，吸到吸到。是不是太狠？把它停掉，做一个完胜，就这里。死掉，死掉，死掉！两个都死了，两个都死了。队友呢？队友呢？队友呢？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明明要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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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，他停成这样的队友怎么还不上来？我还真没事哦，这个换位卡，啊换了没用，忘了他三槽了，换要换两次。哈哈，他会防了，会防了。
就剩我一个了。哎、欸，他很强哎、欸，他那个夹有水准的，那夹是有水准的，可惜啊，我还是上来了。有点意外了，我好像不能这样玩。那 hero 怎么黄线啊？这把不能浪，这把不能浪。这把不能浪，这把不能浪，再浪要凉了。